大家好，我是吴林，很荣幸参与这次唱片的录制工作。这首作品呢，有昆曲的这样的一个素材在里面。箜篌本身呢，就是一件很古老的中国民族乐器。但是我今天演奏的这个是现代箜篌了，它有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，比如在调性上转换啊，这样。那么孟老师呢，很有机的将它们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在这个作品中呈现，那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。五小节那里就是要强调一下，对吧？对，咚，它是一个箜篌弦的，咚，咚，咚咚哩咚咚咚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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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应该是我疫情后复工录音的第一次，所以还有意义。因为这次的录制跟各位朋友又相见了，龙远的田总、欧总，还有李老师、孟老师，特别开心，也很期待这张唱片的问世。